没结婚的啊，没成年呐，啊，没结婚的，一定先娶某啊，然后了解讲娶某艰苦，哎，多发苗才发展出去。这就是方丈是一结婚啊，固定的一个模型啊，一年修一，二年限制，三第三姓这个名叫做无量义，第二叫做宝义，第五叫做正义，第六叫做道义义。第七叫做相义，第八叫做法义，是八王子为这主宰国领主天下，是诸王子文和主家啊，这阿娘都在三庙三宝地，拢下这个王位。可能这个国王的领土真大，啊，是人拢分配一个国家给伊，拢下这个王位，人也未当做夫人，无囝无啊。哎、欸，就是那么个啥，那个啥，就结婚完了，就来结婚哦，请假，有请假就可能结婚啦。哎、欸，但是这些人他们结婚就不可能，是吧？哎、欸，求风出去，为实现世间的道路不可满足。哎，福就是时间啊，天福，天气的福，会当起到代表好的人下灵下，人行灵行啊，第二福就不会听。啊，是嘛？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个儿子，数目虽然不等啊，但是有惊代志是同款啊。一住表示万行一心啊，一得清净，八住表示修八正道啊，令我一心啊，一心一识法，名义相通啊，啊这些啊，心或者是意或者是事啊，这个其实都是相通的啦。一住一心。人也未当做夫人，无囝无啊，哎，就是那么个啥，那个啥，就结完了，就来结婚哦，请假，有请假就可能做婚啦，哎，但是这些给他们做婚就不可能，是吧？哎，求方出家，为实现世间的道路不可满足，哎，婚就是时间啊。